各位读者早上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一种新型婆媳关系正在流行，婆婆不受气，儿媳不委屈，老公不为难。作家李爱玲曾写过一句话，现在很多婚姻的现状，一边是不懂得退出的父母，一边是不知道拒绝的子女。原本两个人的婚姻硬生生变成了六个人的决斗场。仔细想想，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斗争不在少数，家庭关系一旦出现裂痕，生活也会随之风浪四起。从古至今，婆媳关系都是家庭矛盾中绕不开的热门话题。婆媳针锋相对，丈夫手足无措，争吵声不断，眼泪止不住，怨气日日增，正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人人都有难言的苦。然而近几年有一种新型婆媳关系渐渐开始流行，不仅维护了大家庭的和睦，还能让小家庭收获更多福气。一个家庭从这三件事做起，婆媳矛盾少，人和事事兴，自会家和日自旺。一，撑起一个人的底气，金钱能独立，夫妻能扛事，凡事靠自己。知乎上有个提问，一个成年人过好生活的基本要素是什么？有个高赞回答，有存款，能扛事，不依附，靠自己。但很多人在成家之后却没有独立生存，维持小家的能力，还想着依靠父母，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夫妻共同啃老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，老人心中难免会有怨言，家庭关系也会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中。有对七旬老夫妻的哭诉曾一度在全网刷屏，通过他们的自述中可以得知，他和老伴退休后没过多久，儿媳就怀孕了，随后他们便去儿子家帮忙带孩子。从那之后，他们几乎承担了儿子家里的大小事务，就连孩子的奶粉钱都需要他们付，而儿子儿媳闲暇时间也只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。家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儿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找他们来解决，缺钱的时候就会直接问他们要钱。由于上班路远，儿媳提出想买辆新车，需要15万，但夫妻俩又没有存款，于是打起了他们退休金的主意。如今两位老人年龄越来越大，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负重，和儿子的关系越来越僵，和儿媳更是几乎没有交流。不禁想起涂磊在节目里曾提到的一句话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不一定要浪漫，但一定要有责任感，不一定能够挣大钱，但一定要能养家。事实上，不管作为丈夫还是身为妻子，应该拥有共同承担起一个家的能力。婆媳关系中很多矛盾的源头就在于夫妻在经济方面不独立，遇到事情只会靠父母。家庭责任的缺失，亲情付出的不对等，彼此期望值过高，关系只会逐渐走向难以挽救的深渊。热播剧《人世间》里周母和儿媳郑娟的相处模式让很多人直呼甚是羡慕。周家的孩子里，周炳坤夫妇是为周家付出最多的那个，也是陪伴父母时间最久的那个。生活中他们自力更生，一点一滴攒下积蓄，靠自身的本事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炳坤入狱后，郑娟又凭借卖冰棍红薯等养家，坎坷再多他们也不怕，始终坚信只要家不散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有了炳坤和郑娟的坚持，周家的天一直没有塌，而他们的付出也得到了周父周母的认可。有一次，周炳坤和郑娟因为琐事吵架了，周母得知后立马上前安慰儿媳，娟儿跟妈说，是不是炳坤欺负你了，没事儿，
妈给你撑腰。正是因为他们能顾好自己的小家，不用再为生计之类的问题担忧，周家两代人才能有余力去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感情，从而让家庭关系更加和睦。作家刘同有个观点说得很对，任何事情不要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，否则唯一的结果便是措手不及。永远别忘了，婆媳关系的前提是婚姻关系，夫妻之间首先把自己的婚姻生活打理好，金钱独立，遇事能扛，才能让家庭矛盾化于无声之中。一个家庭中，人人都承担起自己该肩负的责任，家里自然会充满欢声笑语，再无嫌隙可言。二，保持一碗汤的距离，长辈有边界，晚辈有规矩，相处有分寸。看过一段采访，可谓是人间清醒。记者问一位阿姨，子女结婚后，父母能多管吗？阿姨回答道，平时都不怎么管，去管人家干什么？随后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，如果自己的婆婆总是管自己，她也会不高兴的。在她看来，管得多了，事也会多，只有不管，才不会有那么多事儿。记者又问阿姨，父母管自己的孩子不是应该的吗？阿姨听后解释称，我会关心，但不会多插手，他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记者又询问，那如果他们夫妻吵架了，或者发生矛盾了，你会管吗？这位阿姨思考了片刻回答道，我会批评自己的孩子，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，我宁可不管，要管就管自己的孩子。评论区纷纷点赞，如果每位婆婆都能保持这样的分寸感，那这个世界上不知会减少多少闹剧。儿女成家后，为了柴米油盐，为了一日三餐，吵吵闹闹，磕磕绊绊，都实属正常。身为父母，尽量不要插手孩子的感情问题，亲疏有度，才能远近相安。家里有位亲戚总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儿媳的错处，时常抛开事实不谈，偏袒儿子，出门在外还要将自己的家丑当作谈资告知他人，甚至言语间还透露他们的婚姻无法长久的想法。儿子儿媳之间原本只存在一些小冲突，可在老人的搅和下已然变成大问题，婚姻状态变得岌岌可危。作家周国平说，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，他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，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。人老了，专注自己的生活就好，别再随意掺和儿女的家事，否则激化了矛盾，家就散了。作为晚辈，不管心中有多少不满，对待老人也不要失了规矩和礼节，懂得尊重父母，也会赢得相应的尊重。长辈有边界，不破坏儿女的感情，不评判子女的家事，管好自己的嘴，停止过度的干涉，家庭关系自然会相处得当。晚辈有规矩，可以不认同老人的想法和观念，但尽可能做到尊重的态度，不要过分责备，别逞一时口舌之快。相处有分寸，保持一碗汤的距离，近了太烫，远了太凉，恰到好处才舒服。一家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父母有父母的天地，子女有子女的幸福，彼此挂念，互不干涉，常常探望，相亲相爱。三，守住一个家的和气，大事不糊涂，小事不计较，家和万事兴。杨绛在《我们仨》中写道，我们这个家很朴素，很单纯，我们与世无争，与人无争，只求相聚在一起，相守在一起，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诚然，对于一个家庭而言，最高级的炫富莫过于和顺二字。一家人在一起，最好的相处方式莫过于不争二字。
大事上不糊涂，儿子拎得清，不和稀泥，婆婆明事理，不挑刺儿，儿媳懂让步，不情绪化处事。小事不计较，不翻旧账，不争对错，事事有商量，彼此能理解，家里才能始终温暖长存。综艺《婆婆与妈妈》中，演员秦昊母亲谈到了对于婆媳关系的看法。他认为，世界上的婆媳关系其实只要包容，家里的问题都能解决。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的，总想着收获却不想付出，那不行。在和儿媳伊能静的相处过程中，他从不会以过来人的姿态给伊能静和秦昊夫妻立规矩，也不会用婆婆的身份给儿媳施压。伊能静总觉得秦昊不够重视自己，心里不满，婆婆就会安慰，其实秦昊很爱你，只是不会挂在嘴上。随后他还会告诉儿子，应该多夸赞伊能静，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。当夫妻俩发生争吵时，他也不会在一旁拱火，而是多替儿媳说话，帮助缓和家庭矛盾。充满智慧的婆婆，被爱包围的儿媳，不推卸责任的儿子，母慈子孝，夫妻恩爱，是多少人向往中的生活。俗话说得好，家庭关系顺了，人心就顺了，心里感到踏实了，日子就好起来了。一个家庭里有包容，才有温暖，有迁就，才有长长久久的幸福。家庭和睦，就算日子再苦，也总有甜意。家人心齐，就算生活再难，也总能安心。永远别忘了，守住一个家的和气，就是守住了漫漫余生的福气。主持人蔡康永讲到过一个观点，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，每次让对方开心，存款就多一点，每次让对方难过，存款就少一点。人生在世，经营好家庭，处理好关系，是幸福的根源所在。一家人在一起，少一些责备，多一些宽容，日子终能越过越好，家运也会越来越兴旺。愿你拥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家庭，幸福圆满地过完这一生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